小主原是最爱逛的，如今有了身孕，伤又未好，成日在榻上睡着。你没听太医说吗？我们家小主有了身孕了，那就是会犯困的。皇上好殷勤，每天都来看小主。那是啊，咱小主是皇上新尖儿尖上的人。哎，我瞅着，那怕咱们小主生的是一个公主呢，皇上也得欢喜的不得了。别胡说，我们家小主要生啊，那就是个阿哥，公主有什么用？ 你这不是咒小主吗？阿哥，阿哥，阿哥，当然是阿哥。贵人，皇上来了，皇上来了。知道了。小主，你快拾掇拾掇去接驾吧。皇上驾到。皇上请安。起来吧。还在喝药，身子好些了吗？ 多谢皇上，只是总还觉得有些累。太医叫多躺着。坐下说话。朕瞧着你气色好多了。多谢皇上关怀，这都是温太医的功劳。 从前的事都是朕不好。皇上是天子，天子怎会有错？等你好全了，朕让进士房再把你的绿头牌挂上。朕先回去了。是。 皇上起驾！皇上驾到！给皇上请安。 早知道你是装睡，妆也装不像，睫毛一个劲儿的抖。四郎就爱欺负人家。那个疤，颜色好像淡了些。奴婢变成丑无言了，四郎别看。朕赐给你的膏药用了吗？用了。等过些日子就会完好如初。 缓缓绝世荣光，不知世上有谁可堪相比？臣妾有一妹妹，名叫玉娆，堪称国色，容貌绝不在臣妾之下。能与你不相上下，朕可要见见。那可不许，四郎见到妹妹姿色，定会迫不及待的纳她为妃子。 到时候心中便没有欢欢了。能让你吃醋，一定是绝代佳人。看来朕真的要纳新妃了。你说，封你妹妹做什么？贵人、嫔位，还是立可封妃？只是臣妾妹妹今年尚不足10岁，还请皇上也能笑纳。<笑> 想什么呢？臣妾想，岁月静好，大抵就是这个样子吧。嬛嬛，你有了朕的孩子，可知朕有多高兴？臣妾也高兴。
梨花洁白，可堪与雪相比。花落眉间，恍若无色，可见嬛嬛肤光胜雪。在额间做梅花图案装饰，可称为梅花妆。只是梨花色白，不易成妆，真是遗憾了。其实要成妆也不难。真的吗？嬛嬛以为如何？比之花店的声音更添柔美。只是梨花色白，以胭脂勾勒，却不像真的了。美丽就好，仪态而非秋真。这个妆，朕就叫它娇梨妆。四郎画就，四郎取名，很是风雅。只怕有人会说四郎太偏心臣妾了。朕摆明了只偏心你一人，你还不高兴？梅姐姐的病刚好，皇上也该去看看姐姐。朕方才去看过她了，总觉得她待朕冷淡了许多。梅姐姐因为食疫病了这么久，总会有些闷。若有不得体的地方，还请皇上恕罪。说到食疫，朕想起一件恼人的事，不知可否说来与臣妾一听。朕日前听庆妃说，江城江慎治疗食疫虽颇有见效，但私下里收受了不少宫女太监的贿赂，有权势者先治，地位卑下者不屑一顾，往往拖延医药，任其自生自灭。医者父母心，如此举动实在是有医术而无医品。而且臣妾想，宫中食疫一直未清，怕也是这个缘故。朕也是这么想的。皇上可还记得昔日有人陷害惠贵人一事？朕没有忘，只是眼下失意未清，还杀不得他们。臣妾倒可以向皇上举荐一人，他可以治好失意。谁呀？太医温实初。为何？温太医为姐姐治疗失意时颇有见效，而且臣妾听闻江城江慎两人的方子原是出自温太医之手，皇上若不信，可去细细查问。凡经温太医之手治好的人，病总是会好得快些，且无呕吐无力的后遗症。只因江太医用的是温太医拟好的食疫旧方，药性比较霸道。朕要见一见这个温太医，果真如你所言，江城江慎是断断留不得了。皇上说的极是，但这如今宫中食疫刚有转好之象，宫人皆以为是二江的功劳，若此时除去他们两个，只怕外头的清议会不大好。是啊，他们俩到底是华妃的人，不过朕真要除他们的话，法子多的是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4月17是你的生日，你又有了身孕，朕想叫内务府好好给你热闹一番。皇上拿主意就是。好，朕拿主意，你和孩子高兴就是。皇上那么喜欢孩子，你又老在华妃处，怎么华妃的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呢？她不会有孩子的。臣妾曾听闻华妃娘娘小产，可是为此伤了身子。朕还有事，先去养心殿。你好好歇着。臣妾恭送皇上。夏一，替朕除掉两个人，请皇上吩咐。
做得隐蔽些，不要让人怀疑。奴才领命。你带着雪滴子的那些人干得不错，好好替朕盯着前朝，盯着那些有逆反之心的人。正。 皇上，皇上可曾听说，江城江氏两位太医昨夜出宫回家，被强盗所杀，连头颅都不知所踪。堂堂京师天子脚下，竟出如此血案，实在是无法计可言。太妃，朕闻此噩耗也心中惊动，已命人追查此事。念其二人在十邑中的功劳，朕。 为表嘉许，特此白银百两为其置办丧事，你可放心了。只是两位太医一死，十亿之事。这个你就不必操心了。朕已命太医温师出接管十亿之事。哎呀，恭喜恭喜了，恭喜了！太医，这是千金无量啊！是啊，真太医还请多多关照。多谢多谢，相公大人。这幅国国夫人图如何啊？眉梢眼角皆是风情，当年的画师也算是画得入神了。所谓美人，须得风情灵动，知情识趣才好，否则再美也是个木头美人。 有什么意趣？所以皇兄如此宠爱婉嫔。4月17日是婉嫔的生辰，朕到圆明园来就是向替她好好办一办，让她欢喜一场。只是眼下，河南灞口的事也才刚刚安定，朕手头有很多事情，想找个人替朕多费点心。皇兄的意思是让臣弟来办。 朕能想的主意，不过是赏些新奇珍宝而已。但若朕办不出个心意来，恐怕也不能让婉嫔真正的高兴。你得多替朕想些好主意啊！臣弟这个闲人，办这种事儿是最拿手的，皇兄放心就是。 这牡丹台南有湖水，西临曲溪。康熙爷在世的时候，常来这里观赏牡丹，留下了一段佳话。哼，皇上在这儿给他过生日，皇上也太抬举他了，他也配。我郡王呢？是啊。 诸位王爷都到了，独不见果郡王，奴才着人去看一看。这个老时机。哎，咱们现在都不知道实行什么妆容了啊！哎，你说怎么这些命妇的眉心都换了梨花点缀呀？这样。 这是皇上亲手为婉嫔画的娇梨妆，风靡京城呢。
就如花店一般嘛，也不是很美。皇上亲手画就，如此深情厚意，你还看不出来啊？皇上，嗯，臣妾想去看一看梅姐姐。好，去吧。皇上，就如此偏爱婉嫔吗？不是偏爱，是交了心。如今除了婉嫔，还有谁能随意出入御书房伺候皇上左右呢？姐姐病愈后第一次出席宴会，身子还吃得消吗？我一切都好，你放心。姐姐虽然痊愈，但再不复当年意气风发之态，我实在是担心。温大人医术高明，但就是华佗在世，也是医得了命，医不了心。姐姐不顾及自己，也得顾及荣宠。公主活命自保，不能没有皇上的宠眷。荣宠侥幸，不过是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般时事迁移，并无稳固之说。既不稳固，又何必一定要放在心上？出什么事了？父亲似乎病了。福晋身子不适吗？妾身失仪，心口疼的毛病又犯了。福晋坐。婉嫔娘娘方代，妾身扫娘娘的兴了。福晋切勿这么说，谁没有个三灾六病呢？吃了药好了就是了。福晋平日里是吃天王保心丹吗？是，妾身身上带着呢，老娘娘御手，实在不敢当。在外本宫与福晋是君臣，在内却是至亲，哪里说得上这样见外的话。王爷有公务在外，福晋应该擅自珍重才是。谢谢娘娘关怀。宫外也盛行此妆吗？哦，现在京中以娇梨妆为美，一是可以效仿娘娘的美貌，二是以此求夫妻和顺，这可是一段佳话呀。常听说娘娘最得皇上宠幸，不想娘娘竟是这样随和，难怪皇上喜欢你。父亲这样夸奖，叫我如何敢当？小主，果郡王已经在后湖边上备下了给您的贺礼了，请您和皇上一同前去。知道了，我即刻就去。本宫先走一步。老十七最是花样百出，这次不知道又搞什么名堂，咱们一块看看。嗯，你们看。
你听，凤凰于飞，好雅的笛声啊。实现了吗？小王以满壶的莲花恭贺婉嫔方岱。王爷费心了，本宫很是感谢。朕让你想点新奇的点子，没想到你办得这么好。皇兄嘱咐为婉嫔庆生，臣弟自然是尽心尽力，只是不知王爷如何在这季节使莲花开放。莲藕早是提前种下的，引宫围外的一壶温泉水进玉壶，花就都可开了。多谢皇上。你晋封嫔位，家中的女眷自然也要封诰。朕已经下旨封你母亲为正三品诰命夫人。多谢皇上。本宫的母亲才是正三品诰命夫人，如今婉嫔的母亲也攀升了。也许皇上只是一时兴致。不是一时兴致，当初皇上答应本宫要封本宫的母亲为正二品诰命夫人，只因为皇后一力反对，说本宫只是妃位，母亲的封诰不宜过高，终究还是未能成封。可现在甄嬛还是小小嫔位，皇上就如此抬举她，假以时日，她若生下孩子，只怕是要踩到本宫脸上来。这怎么会呢？怎么不会？人家生孩子，你也生孩子，怎么你生下孩子才是小小贵人，人家还没生孩子就是嫔位？说到底还不是你不争气。娘娘别生气了，气坏了自己就不好了。不生气，只有除掉他，本宫才能不生气。小主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可日子再难你还得过。是不是？奴婢只是担心小主。不用担心我，我都习惯了。您好歹是公主的生母，她这样对您大呼小喝，这……我只求我的温仪啊能够平安成长，别的都不重要。可是华妃娘娘和婉嫔早已是水火不相容，娘娘夹在中间，她只知道要我除去婉嫔，却不知道此事有多难办。眼看她家世日盛，一旦生下皇子，地位就要越过华妃了。小主可要为自己打算。打算？我还能有别的打算吗？哎，这宫里头整天都是这个样子，一点新鲜都没有，哪有圆明园好玩啊。哎，今天日头这样好，姐姐陪我出去放风筝吧。姐姐生日的时候留的风筝我还特意要了两个呢。你呀，真是没有一天安分的。我昨儿还听说你在自己寝殿里捉头子玩，还砸碎了皇上赏的一个珐琅花瓶。皇上才不会怪我呢。哎呀，姐姐你就别看了，我们出去走走散散心也好啊，你老这么待着人还犯懒。那谁知道以后生下来的小外甥是不是个懒汉呢。也好，我也是成日里闷着。小主少出去吧，上次富察贵人的事还不叫人害怕吗？那就多叫人跟着呗。
姐姐，我们出去嘛，好不好？好。姐姐，你看我风筝放的好吗？很好。我以前在家的时候最喜欢放风筝了。可不是，为着你放风筝放的好，皇上说了，过了端午便要封你为贵人呢。皇上喜欢姐姐，也喜欢我，是不是？喜欢，我们大家都喜欢你。姐姐喜欢放风筝吗？喜欢呀，小时候在家中练习女工，就会叫上梅姐姐一块出去放风筝。那我以后也带着姐姐的孩子放风筝去。我若生的是公主，像你这样活泼就好了。哎，断了，我去把风筝找回来。快跟上你们家小主，帮他把风筝寻回来。谁都不许去，姐姐他们去了只会碍手碍脚。远远的跟着你们家小主后头，快去。这你们一个也不许去，在这儿等着我。起来吧。本宫这儿有张条子，你要亲自交到大将军手里。奴才知道。上面那几个人都是求官的，让大将军看看可不可用。是，大将军说了，娘娘在宫里有什么不方便，都由奴才传出去，大将军自会替娘娘料理。好，旁的不说，告诉大将军，朝中得有自己的人，那些惹咱们讨厌的，譬如婉嫔的父亲，找个机会除掉便是。哎，明白。大将军说，上回没能除掉婉嫔的父亲，是怕下手太重，惊动了皇上。他怎么做，什么时候做，本宫都不管。本宫只求小主。娘娘放心，奴才定会传道。喊起来反而坏事了。无事不要到本宫宫里来，免得惹人耳目。本宫要找你，自会吩咐你到这儿。这。吉祥，婉嫔娘娘清安。曹姐姐起来吧，何须这样客气呢？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了婉嫔娘娘。坐吧。曹姐姐与妹妹生疏了呢，还是换我妹妹吧。妹妹，妹妹自怀胎以来似乎格外小心，现在倒放心把人给撇开了呢。姐姐真是说笑了，我与姐姐在一起，我要是有什么闪失，那自然是姐姐的不是了。姐姐当然会全力照顾妹妹的，何况这里也不会有人来推我一把。妹妹可真会说笑啊，谁会来推妹妹一把呢？只怕是连伸一下手指头都不敢吧。
温仪公主身体近来可好？老妹妹挂心了，温仪只是有点咳嗽，不碍事儿的。是啊，只要不再遇上弄错木薯粉之类的事儿，公主千金之体必然无恙。皇上不是已经处置了弄错木薯粉的小唐了吗？想来不会再有这种事儿了吧？但愿如此吧。我也即将为人母，所以特别能体会身为人母的心情。曹姐姐抚育公主也是万般不易，听闻姐姐生育公主时还遇难产，惊险万分呢。是，为人母确实十分不易，时时事事都要替她操心。她但凡有半点不适，我便如剜心一样难受，恨不能能替她受了这些苦楚。曹姐姐是极聪明的人，当然知道怎么养育公主。不过妹妹倒要叮嘱一句，得人庇佑是好，但也要看看是什么人，是不是？否则深受其害，反倒是有苦说不出了。姐姐愚钝，妹妹这话我倒听不懂呢。姐姐既然不懂，那妹妹就更不懂了。不过妹妹只懂得一样，华妃娘娘当日搜弦月阁不得，是有人顺水推舟，虽不是为了帮我，但我也领了她这一份情。妹妹还懂得一件事，为虎作伥是不会有好下场的，弃暗投明则是保全自己和别人最好的法子。姐姐自然懂得良禽择木而栖。婉嫔娘娘，快到山那边去看看吧。来人！啊，淳常的怎么还没回来？不是有太监跟着吗？都打发人去找，快去！走。责罚了，小主。淳常在，淳常在溺毙在荷花池中。找到的时候，手里还握着一截风筝线。小主。他下午还欢蹦乱跳的放风筝呢。你怎么能告诉我说他溺毙在荷花池中了？他才17岁，小主。小主不要太难过，
娘娘，淳常在的遗体被放入羽化阁了。小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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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跑不得！小主，慢点！小主，去不得呀！皇上说你是有身子的人，见不得这个才放去羽化阁的。奴才该死！小主不能去呀！你现在去指挥金家，再说请您顾及腹中龙胎，万万不能去见那个呀！小主，皇上驾到！皇上，婉婉，你不能伤心。都是臣妾不好，臣妾不敢和淳儿一起去放风筝，更不该送了他一个人去见风筝皇上。去熬点安神药来。是。淳儿早逝，朕也很伤心。朕极尽哀荣，追封淳儿为贵人，还有贵人一职的治丧。皇上。臣妾求你，一定要让臣妾与淳儿见最后一面，皇上。这次的事儿办得很好，干净利落，没留下半点蛛丝马迹。本宫会好好赏你的。奴才能为娘娘办事，奴才不敢邀功。这次是天助本宫，若不是发现了他。岂非让他断了本宫和哥哥的财路，坏了本宫的大事？娘娘福泽恩厚，谁也防不了娘娘。哼，那个丫头也是个小狐妹子，她死了，甄嬛不难受死才怪。本宫看见她那一汪眼泪，就觉得痛快。娘娘何等尊贵，纵是。婉嫔一时得意，又怎能与娘娘相较？哼，小主，你也别想太多了，谁都不希望这样。这，是雨儿吗？婉嫔娘娘为我家小主做主啊。怎么了？慢慢说。我家小主是被人所害的。这话可不是能胡乱说的。小主自幼生长在水边，水性极熟，断不会溺水而死。奴婢实在觉得小主似有蹊跷啊。锦溪，你去问过下午去跟着淳儿的人，他们怎么说？都说淳常在跑得太快了。一个人就往假山后边去了，奴才们没追着，后来就遍寻无果了，直到在荷花池里发现了他。人人都道他失足落水，如今看来大有可疑。下午曹贵人那句让我去那边看看，他是不是知道什么？还是他的出现就是为了要拖住我的脚步，不让我那么快的发现？我得去问问他。哎，小主，你现在再去问曹贵人，必问不出什么来了。现在无凭无据，一切都是妄言。淳若真为人所害，我一定替他报仇。绝不让他枉死。